我觉得我已经进入状况了，哇，好像有点太多了，是不是有点太多？哦。Hello。Hello。你好，你好，我叫太阳。我叫楚楚。为什么你叫太阳？太阳。哦，因为我的姓氏是孙，然后他的罗马拼音是 sun s u n， 然后就刚好叫太阳。这么复杂。对对对对对，那你为什么会叫楚楚？哦，因为我名字里面就有个楚，刚好一个楚，然后就叠字楚楚这样。对。那我先出题哦。嗯。我去 K T V 最常唱的歌 ，A 说好不哭 ，B 海阔天空 ，C 抒情歌。A 好了。A 吗？嗯。不是，答案是 B 海阔天空。这太难猜了吧。对，所以我现在要选择一种彩妆品帮你上。我们先从眼影开始好了。我很紧张。男生会画眼影吗？不太会，所以我想说先从最难的开始。好，这个颜色可以吗？ OK 啊，这个颜色 OK。 哇，我现在很紧张，我不好，我比较紧张。眼影通常应该是画在眼睛的上面，对不对？从就是这边开始。这边哦，从谢谢指导我一下，从这个地方开始。哎，我觉得我画的还蛮好的、啊。错觉，错觉。再补一点点，再补一点点。好，嗯，我自己蛮满意的。害怕。对对对对对，好，那换我。因为我喜欢看电影，那你猜我最喜欢的电影是哪一部？好，哈利波特的第七集。嗯。第二个是沉默的羔羊，第三个是返校。返校。对，我觉得你不是爱看哈利波特的、然后我个人不看鬼片，所以我猜沉默的羔羊。哦，好好，答对了。哇，第一题就答对，有点吓到，松了一口气，松了一口气。害怕我帮你化妆吗？应该是你要比较害怕才对。对，我比较害怕。好，那接下来又轮到我咯。我谈过几次恋爱 ？A 是没有半次 ，B 是两次 ，C 是七次。保守一点好了，两次。答对，两次而已，没有很多，没有很多。那你也猜我谈过几次恋爱？第一个是一次，第二个是三次，第三个是六次。我觉得六次是骗人的，三次。错。所以是一次。一次，真的假的？对。哇，好吧，我愿赌服输。好，那我就帮你画了。好，我不客气哦。画唇膏好了。好。等一下，接下来还有另外一层。哦，它有两层哎。它有两层，它有两层。哎，我觉得这很适合你哎。真的哦。因为它这有润唇的效果，因为嘴唇很干。对，我最近水喝太少了，回去多补水。那接下来，我最擅长的体育项目 A。跳舞 ，B 篮球 ，C 健身，应该不会是篮球。那猜 A， 跳舞吗？对，恭喜你又答对题。哇，你真的是松了好几口气。我松了大口气。那你现在开始猜我最喜欢吃的食物是哪一种 ？A 是火锅，火锅。B 是意大利面，嗯。C 是烧肉。火锅会有味道，通常女生可能比较不喜欢吃火锅。好，我选意大利面。公布答案是错。不是意大利面吗？不是，我刚好不喜欢吃意大利面。那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？火锅。真的是火锅？哇，实在太失礼了。帮你上眉毛。好。好。好，好了。我现在不知道我自己长什么样子。你猜我的星座 ，A 是处女 ，B 是水瓶 ，C 是狮子。感觉应该是狮子吧。确定答案吗？确定。狮子。噔噔，
不是，不是，我是一个非常不好猜的星座，我是水瓶座。水瓶座，没错，轮到我了。那我来上。紧张，紧张。口红好了。好啊，好。觉得你今天稍微粉一点的好了。好。这个怎么样？好。我是第一次帮女生上口红，你该不会画成那种小丑？小丑，我尽量不会。好，来咯。我觉得我其实蛮有天分的。好，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，淡淡的，不要太多。那换你猜我什么星座？好，第一个是牡羊，嗯，然后第二个是狮子，嗯，第三个是射手座。射手座，确定吗？确定。对，我刚刚很紧张了一下，对，你想说难道又猜错了吗？你猜看看我电影中最喜欢哪一个超级英雄 ？A. 蝙蝠侠 ，B. 蜘蛛人 ，C. 金刚狼。这三个也太像了吧？这没有像，一个有些是漫威，有些是 DC。金刚狼好了。对，是蜘蛛人，因为我小时候，我爸爸买了一个蜘蛛人的那个游戏片给我玩，所以从之后我就开始很喜欢看蜘蛛人这样子。那接下来腮红，好，我觉得我已经进入状况了，真的吗？来咯，哦，好像有点太多了。两边都要，两边都要。哇，完蛋了！这真的有点太多。好，我觉得还可以啦。我给过。大家就看你有没有答错。没问题。那你猜我有什么特殊的才艺？嗯。第一个是唱歌，第二个是爵士鼓，第三个是弹钢琴。你的手不像弹钢琴的手。是吗？我有剪指甲。唱歌。答案是错的。不然是。是爵士鼓。爵士鼓。对。哇，很厉害。好。那我来帮你上粉底液好了。好。不错，我觉得这个牌子还蛮适合你的。你怎么感觉我是被奖励的？那你等下可能要看一下镜子。那你看一下你现在的样子好了。好。哎。我觉得很棒啊，你真的对我很好哎，是吧？而且那个护唇膏真的蛮好的，嗯，刚好我的嘴唇真的蛮干的，只是好像涂的有点浓，它这里还没有擦干净。哇，谢谢，我觉得很棒，很开心哎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真的。好，那接下来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很紧张。换你喽。好，我觉得你还是去跳舞好了。本身颜色还蛮好看，只是就是还是要看谁上妆啦。是，我会去多多练习。对，你要多练习。没问题。有，好，好，真的谢谢，今天很开心可以跟你。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小测验，对，谢谢谢谢。